大家多多包涵。那个还是要跟大家宣导一下，就是那个学务处说啊，就是规定我们现在学校办活动，有进来，就是不在场内大家一定要戴口罩，所以如果大家有口罩的话，就多多包涵，帮忙戴一下，不然我要去学务处。我已经因为那张海报被叫去学务处两次。那我们海报原本上礼拜贴，结果第一看，当天就出现那篇，然后。就是在那篇文章，他下面有贴一个，就是说他是申诉，就但他妈他还真的是申诉，他觉得他是申诉，没办法，各位主席的主席啊，我这边交通学务处，然后就只要把海报拿下来，不要，硬气，还要再等一下，哇，怎么办？今天准备的话题已经聊差不多了，再准备一个，按那个台上间左边这位吉他手，我的左边这位吉他手是我们。那个，民籍社来的朋友帮忙吗？帮我们串场，顺便接打手，因为贵毕社现在对这位吉他手朋友特别重，民籍社找来了吉他手乐东。高山来脚手，好，我们另外一位吉他手刚仔。好，那个另外一位吉他手 Dennis。
谢谢。好，下一场那个，下一场是，不好意思，别大家在等我。哎，所有的，所有的，对对，你们团名字换去啊，未满二十，欢迎下一团，未满二十。